是要进为上君，他是要化神，所有人都被他欺骗了，大泽山有危险，召集众仙去大泽山。不愧是大泽山的掌教啊，居然可以从半神的雷劫里挣脱出来。何方魔物胆敢犯我大泽山？大泽山又如何，我想杀便杀个干净。这样做，莫要酿成大错。